者陈慧琳台北报道，田馥甄向来是场上最爱之一，手上代言项目多多，没想到昨晚他秀出和单飞出击的苏打绿驻唱吴青峰合照，竟遭质疑他的代言广告不实。由于田馥甄将和吴青峰搭档，6月3日在台北小巨蛋所举行的2018街头流行音乐展颁奖典礼首度合体表演，因此这几天先一起彩排，希望当天演唱带给粉丝惊喜。田馥甄用一首歌就能证明他和吴青峰多绝对，多合拍，他妙语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 HITFM， 苏打绿粉丝一定不陌生。田馥甄选的正是吴青峰创作的代表歌曲之一无与伦比的美丽，而田馥甄巧妙将歌词天上风筝在天上飞改成他和吴青峰名字的谐音，结合风筝让粉丝大赞厉害。田馥甄还开玩笑用歌名表达自己紧张心情，他说啊哇好紧张，很期待的语无伦次怎么办，无与伦比的美丽。有趣的是田馥甄故意放上他和吴青峰朦胧美合照，被网友质疑他之前拍的手机广告有点广告不实，网友发问说好的前后两千抹拍照更清晰了，原来他代言的手机广告强调前后两千抹画素拍照功能，网友只想看他和吴青峰的清晰合照。田馥甄是厂商很喜爱的代言艺人，反射自脸书田馥甄左和吴青峰合照太朦胧美，反射自脸书。